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化大百科·古都寻遗系列》，我是主持人王玲玲。今天在古城西安的西北方向，静卧着一片历史悠久的遗迹，它就是存世2200多年的汉长安城遗址。遗址区内仅城垣的面积就有36平方公里，如果再加上城外残存的建章宫遗迹，汉长安城遗址的总面积就达到了65平方公里。汉长安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大都会，也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、历时最长的都城之一。历史上的汉长安城始建于公元前202年，当时一统天下的汉高祖刘邦，在谋士张良的建议下，西行关中，想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定都之所。在一番勘测选址过后，刘邦在秦都咸阳的东边、灞水的西面、渭水的南岸，相中了一片极地。那是一个小小的乡镇，它本来的名字就叫做长安。渴望长治久安的刘邦决定以此为基础兴建都城，他下令将秦朝残存的兴乐宫重新修复，更名为长乐宫。公元前199年，刘邦又命萧何在西南部兴建了未央宫。未央宫的建造舍弃了将宫殿置于人造台基上的做法，而是利用制高点地形作为天然台基，使宫殿建造得更加宏伟，以显现出帝王的威仪。周长约10公里的未央宫和长乐宫一起，成为汉长安城最主要的两座宫殿群，它们东西并立在龙首原上，是汉代帝王处理政务、生活、娱乐的场所。在汉长安城中，长乐宫与未央宫的占地面积是最大的，几乎达到了全城的一半。但在今天，这两座宫殿的壮丽恢宏已经很难重现，只剩下未央宫的前殿遗址，还有一些夯土台基耸立在地表之上。考古发掘证实，其中一些遗迹是存留在未央宫周边的围墙和城门基址，而他们的建造者则是刘邦的儿子，西汉的第二个皇帝汉惠帝刘盈。公元前194年，汉惠帝刚刚即位，便开始修筑长安的城墙。他动用了32万劳力，历时5年完成。汉长安城的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筑而成，城高12米，墙外设有护城壕沟。由于城墙是在长乐宫和未央宫建成之后才修筑起来的，为了迁就两个宫室与临近河道的位置，城墙的走向便顺势形成了城南向南斗6星、城北向北斗7星的形状，汉长安城也就有了斗城的称谓。汉惠帝还在城墙的西面各开辟了3个城门，每座城门都开设有3个门道，这些城门的门道各宽6米，恰好相当于汉朝时4个车轨的距离，这与后来东汉的张衡在《西京赋》中所述的3途洞开、方轨12完全吻合。整个汉长安城内共划分出160个里作为居民区，在城市的西北角上，还规划出著名的长安9市用来交易，分成东市3市和西市6市。东市是商贾云集之地，西市则密布着各种手工业作坊。近年来，在汉长安城遗址，尤其是历史上长安9市所在的北城墙一带考古发掘中，人们发现了冶铸和制陶的作坊，其中的出土文物以陶制建材的数量最多，包括一些刻有字迹的云纹瓦当。2000多年前，正是利用大量诸如此类的建筑材料，汉长安城拥有了多达36平方公里的城垣面积。
这是同时代古罗马城的四倍。而此后在汉王朝的第七位皇帝，也就是汉武帝刘彻的扩建之下，汉长安城迎来了他的鼎盛时期。汉武帝继位后，在长安城中不断增建宫室，兴建了北宫、贵宫和明光宫，所有的殿宇皆以各自独立的宫墙、宫门与外界隔绝，彼此之间以架空的通道相接。公元前138年，汉武帝又在城的西南部开凿了昆明池。如今的昆明池是一片洼地，面积约10余平方公里。池子的周围发现了许多建筑物的遗址，应是上林苑内的宫殿遗迹。上林苑原本是秦朝设在渭河南岸的苑囿，汉武帝在位期间，依照司马相如所写的《上林赋》中的情景，为汉长安城打造了一处人间仙境。他从各地找来珍禽奇兽、名木异草，大幅度地拓展了上林苑的面积，使其范围达到方圆300余里。公元前104年，一座比长乐、未央宫更加宏大的建筑建章宫被建造在上林苑中。经过不断扩建，汉长安城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庞大、居民众多的城市。但遗憾的是，东汉末年的战火令汉长安城遭受到严重的焚毁。隋朝兴建大兴城以后，汉长安城被永久地废弃了，最终只剩下今天的遗迹。从1956年汉长安城遗址出土以后，近几十年来，人们对它的考古挖掘与保护从未停止。不仅探明了汉长安城的布局和结构，还发现了大量珍贵的文物，这些都为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。今天，汉长安城遗址上正在建设考古遗址公园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身临其中，去亲自触摸那段光辉而遥远的历史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，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，参与实时互动。您可以拿起手机，打开微信、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。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，再见。1500多年前的中原大地上，屹立着一座国际化大都市。它如同我国辉煌的历史轴线上一颗璀璨夺目的珍珠。它的兴建源自文明的碰撞，它的设计形制开启了中国都城建造的新气象。敬请收看《文化大百科·古都寻遗系列之北魏洛阳城》。